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啊，那龚老师啊，我给你们准备了几个快问快答，我们正在直播，手机先收一下吧。快问快答，就是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在生活中您是更像赵范忠还是更像霍岩？生活中，嗯，我觉得生活中其实这俩都对跟我来说有点远，可能稍微像霍岩一点吧。嗯，那您更希望下一步接的是电视剧还是电影？下一步应该是电视剧。那你会更喜欢古装戏还是现代戏？其实之前这个问题大家都问过我，我不排斥，但是现在我拍古装又是面临到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粘头套会过敏，然后比较困扰我。对，我也看了医生，但是没办法这个东西。那我想还想问您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看网上很多人说你是快乐打工人哈，那你给自己做一个定义哈，你更希望自己是艺人还是快乐打工人？我自己就是个演员，谢谢。嗯，好。